生物信息能量的定义，科学家将刊正博士多年探索研究。130名来自不同领域科学家在威尔舍苏联医学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参加的研讨会，也获莫斯科肿瘤研究所所长谢尔盖耶夫推荐，将刊正证明了 DNA 遗传信息可以通过电磁场传递。什么是生物信息能量？科学家们的研究发现，生物信息能量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微波。生命体指的是原子、电子、离子等各种微粒子，这些微粒子能够保持细胞活力，逆转生命衰老。医生将刊正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实验，得到了食欲增强、体力增强和消除了慢性病。分别对50人、40岁以上进行了实验，不容易生病，身体机能更灵活了，也充满了活力。生物信息能量的特性，生物信息能量可以帮助改善生命体内离子通透能力，它还是一种电磁触发信号，恢复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消化道系统和泌尿生殖，许多慢性疾病和疑难病将得到明显好转或痊愈。最后，对抑制或治愈肿瘤等疑难疾病，生物信息能量检测，通过微磁场、微电位等仪器检测，可以发现生命体内生物信息能量状态是否正常。验证发现90%以上人体的多项信息能量检测值不在正常范围。如果不及时补偿生物信息能量，将要发展成为难以治愈或者造成亚健康状态。生物信息能量的功效，人体内的生物信息能量状态和变化决定健康水平和与疾病斗争的能力。信息能量能帮助抵抗人体细胞提早衰老，代谢功能紊乱和免疫功能水平降低，治愈长期患有各种慢性疾病的各类患者，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病和肿瘤。